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沉默哲学》，我是 JC。 咁大家见到呢度系158题，咁咧啱啱好仲有两分钟咧就到满题啦。咁满题就会蚀啦，系咪？因为佢唔会继续加噶嘛。咁所以我系唔会蚀俾 MH 嘅，所以我决定喺呢个时候咧喺满题之前咧就打一个关卡啦。好有礼貌啊嘛，黐线嘅。好，我哋今日打呢个查立宝，查立宝阿龙王，其实佢几型嘅，一只有肌肉嘅龙。咦，肌肉啊，即系。只鸡啊，系啦，我呢个水防龙配呢、這个想讲奥丁添，黐线，水防龙配呢个大圣，咁大圣80%减伤，加呢个水防龙嘅50%减伤咧，咁已经系超 O P 噶啦。咁中间我啲唔需要介绍啦，唔好扮你唔好扮未见过 J 乜嘢啊 J 师队啊，好就系咁简单嘅，即系咁一 R 一至 R 四咧都系啲随机嘅小怪啦。咁呢呢集小怪里边咧最高攻咧只系3482，亦都系水属性嗰只海幻瞳啦。咁你唔使新闻报道嗰啲。你唔使惊噶，因为你有呢个超级无敌减伤咧，唔会打你通噶。我哋飞飞 R 五之后嘢嘅 ，R 五嗰个都仲废添，话俾你听。我哋飞飞，系啦，冇错啦。搞掂咗呢只小巫女之后咧，我哋就进入呢个 R 五啦。咁好简单 ，R 五咧其实攻击力系3840，讲啲咩成日讲成日漏口，系咪老啦？系咪老啦？咁佢连击嘅，唔使惊嘅。咁你有大炮开大炮啦，有木妹开木妹，咁就不断烧，你睇下扣几多啊？真系我冇嘢讲，我哋飞啊！系啦，冇错啦，咁砰过咗去之后咧，咁我哋好顺利咁对 R 六啦，咁 R 六咧睇下出咩俾我啦，只要唔出水嗰只啦，系啦，出暗嗰只啦，暗嗰只系最烦嘅，因为咧佢就系要转呢个拼图盾啦，但我而家冇咁得闲同佢转拼图盾啦，因为我啲高唔够高啦，所以就开叠尽快叠三次木妹，然之后空转到去冇血为止，就系咁简单。如果你抽到其他咧，即系唔系水属性嘅，就系抽到其他嘅话咧，都系用翻头先个 strategy， 用翻头先嗰个策略，就系、是不断烧一 combo， 得闲冇一血，跟住再用啲大炮，砰砰砰砰砰砰死佢就得噶啦！我哋飞飞，即系老实讲，我唔系讲笑嘅，真系，即系其实我觉得我系值得攞呢、這个攞贝尔手指奖嘅，跟住仲要跌卡咧，即系黐线，对皇冠咧好简单，佢唯一对你做到嘅嘢就系呢个问号猪啦。不过我哋唔需要转猪嘅，我哋呢对啊要嘅，要转一 C， 咁就照旧有咩开晒佢啦吓。咩啾啾啾嘣嘣嘣，唰唰唰，嘭嘭嘭，全部开晒佢，咁就你可以中意可以开呢个大圣嘅，都开唔开冇问题。我哋飞飞飞到尾啊，搞掂啦，赢咗啦已经。J C 必胜，咩 J C 队必胜，我哋飞飞。大家谂，你有冇谂到一样嘢？其实，大家有冇听过龙嘅国歌啊？即系龙族嘅国歌，佢哋都有噶。开咗先啦，打俾大家听下好冇？好好听啊！首歌，好，我哋静一静，我哋听呢首歌。黐线啊！其实有个 friend 同我讲。好啦，准备好未啊？嚟咯，嚟咯！咦，点解慢镜啫？播快啲唔得啊！好人憎啊！而家成个人冇晒啲气势，搞乱人啲节奏嘅，仲唔跌卡跌灵魂？算啦，再打。不过要用呢个七风王快插队，唔可以再用 J.C.，J.C. 用得多会燥底，因为要时间。系啦，哇，点解咁多嘢嘅？喂，仲有嘅喂。再出啦，出晒嗰啲嘢啦，系啦，就系咁啦。哇，原来搞到成就喎。好啦，多谢大家收睇，我系 JC， 拜拜。